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欢迎嚟到呢个 Point Up 环节啊，我世荣同大家咧睇呢个 Point Up 度讲下啲有啲咩跟进码咯。喂，呢、这个星期六虽然成日爆冷，但系啦，大家有订阅坚仔咧，我都收到好多朋友咧吓话咧，即系都中到呢个三宝啊吓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你问我有冇买，我自己都有买嘅吓。咁又系用翻嗰个方法噶啦吓，一蚊注十零蚊注三两只，跟住尾场咧尾关就$100一单式咁样，咁啊试试佢啦吓，或者两只脚咁样啦吓。咁但系咧，如果吓即系都有听我讲嘅咧，都会提到就系话喂。可能咧補翻條孖寶咧，你都可以收多少少嘅嚇，咁啊變咗咧，即係用少少本咧都可以喺啲比較亂局嘅環境下面咧，就算冇驚 WinPay 地帶，冇其他節目咁樣，嗱你一 Q 博士都中咗 Q 嘅，其實嗰場精選賽事第四場啊，咁點樣做到呢個效果嘅咧？咁其實就係除咗 download 堅仔賽馬 app 就係訂完我呢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啦，右手邊嗰粒四星珠可以做到噶啦。咁啊事不宜遲咧，睇下呢啲跟進馬係咩咯喎。咁啊因為嗰個三寶頭關咧，咁都有隻必場勝喺度。其實我 tips 都有同大家講噶啦，我話呢只馬咧，即係。腳發瀟灑啊！喺公司同阿波仔做節目嘅時候咧，都有講到哦，喂，大佬，人哋快時間做到一個試習58.4秒咧，都唔係流噶嘛，咁啊型格即係又靚啦嚇，試習速高呢啲叫咩啊？粉紅色舌頭啊，可遇不可求。所以今次咧，我哋出賽贏咗咧，都仲係要幫佢嚇記錄低佢嗰個水準喎。咁我話喂，你贏到嗰啲活段時間又快啦，55秒幾。過埋終點咧，餘勢都勁嚇，提醒自己下次必場勝再出咧都要再追喎，一追再追嚇。咁希望咧下次咧，喂放頭馬末段有21秒係黐線㗎，大家都知嘛，即係一隻放頭馬有21秒幾咧，你好難追佢。所以呢啲咧腳發瘦嚟嘅馬，通常高班馬。好彩咧，我唔係馬後炮啊，一早同大家講咗。咁所以大家咧一直咧都要下載呢個堅仔賽馬 app， 當然咧就係喺呢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咧嗰度即係。睇啦，咁如果想要嗰個年費優惠咧，都可以喺上面，喂一個賽日嚇幫你贏成10,000蚊，咩都賺翻翻嚟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千祈唔好錯過，嚟緊星期三咧，我都會再同大家開 live， 一路用堅仔賽馬一大手星跌頭注俾大家睇嘅。咁啊，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